好，那接下来要慢，这个慢其实好多种。那我们只对于慢的总说来解释啊。所谓的慢呢、啊，它有一些是跟自己的较量，不是有一些是全部都在跟自己较量。所谓慢的产生，就是全部跟自己较量，你才会有慢。那跟自己较量，比自己差的认为自己跟他差不多，或是跟自己一样的认为自己比他好。基础上就是不了解实相，不了解自己。那这个心高举为性，就是这个心呢、啊，把自己高高的放在最上面。慢就是这样。当你不能下心谦卑的时候，你绝对有慢的了。你不能够欣赏人的优点，众生的优点了，不要再讲人了。你不能够欣赏，找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你这个人这个慢已经很高很强很大，因为自己最优秀，对不对？人家佛都没有慢心，他最优秀了。我们凭什么慢呢、啊？我们凭什么慢？这个慢呢、啊？心高举为性，这个慢在一定成魔，一定成魔啊！因为魔都是认为自己为独一无二的，啊，众生低劣于我，掌控。那我想要干预，我想要达到某一种降服他人。那这个慢呢，好多种哎，要不要把慢了解一下？要不然好像自己不小心都是魔。慢呢，如果一般来讲啊、哦。比较常说的是七种慢，一是慢，二是过慢，三是慢过慢，四是我慢，五增上慢，六悲慢，七邪慢。他发现修行这上面很容易犯哦，你就要以后记得一句话，你不用跟任何人比，你就跟佛比。佛一切都圆满了，却不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可以比谁强。那这个第一叫慢，愚劣即己胜，自己其实比较差，但是自己。较量自我解读我比较好，或与等即己等，或是别人跟我差不多差不多，或是我其实比较差，我认为我跟他差不多、有的人一挂高吃饭吃三碗公，我吃菜吃三碗公，这种也要比，你知道吗？一挂高也要冲上，也要煮饭，我也要塞本寿。有些时候我们在谈到不要妄自菲薄、不要妄自菲薄是不要瞧不起自己，因为每个人都一样有清净的佛性，所以有些时候不要妄自菲薄，却把自己举高高的，爱跟人家较量，然后又说一句，我不是在爱比较。这句常听，我不是爱比较，我只是说公平的道理在哪里。其实内心还是有公平，
怎么能公平？本来就公平，你还要怎么公平？一切实相毕竟空，本来就是公平的。因果是自己造的，是自己不公平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所以心高举为性，这叫慢。过慢，于等即己胜，或于胜即己等。心高举为性，反正就是把自己心摆在最高的地方。于等即己胜，就是其实是一样，就认为我比较好。或于胜即己等，或是其实比自己好，认为自己跟他是一样的。还是把自己的心摆在最高处嘛。这叫过慢。慢过慢呢，于胜即己胜，心高举为性。其实超过自己很多，但是我就认为我比较好。刚刚其实是比自己好，认为我自己跟他平等。现在是超越很多，人家是超越我的，我还认为我比他更优。这种有没有？自己体会。这个慢过慢哈，这个看人，有的人是不能被挑剔的呢，不能被挑剔，一个字都不行。所以这个就是像这种慢这个东西，就是一定有主观的意识投射，而自己摆在最好最高的位置。对抗于别人的存在，或否认于别人的存在，那这上面一定得修。你要看瑕疵啊，看别人在你的眼里看似不满分，其实那是自己的问题。有的东西他能接受，再调整一下，让他自己去发现更好，这个就叫圆满。那这上面所有的呈现都是一种呈现。那刚刚讲到的就是慢过慢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慢，第四个叫我慢，于无取运，随观为我或为我所，心高举为性。我慢就是把我放在中心点，以我为中心，所有我取读出来的东西都是我的主观，这叫我慢。别人的啊，你看不掉了，只有我的认知，我的取读啊，恭维巩固自己的我所。当然有些时候也会尊重于别人，但是别人与己无关，我还是认知保留我个别的我所，这叫我慢。那这个接下来就是第六个，增上慢。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，为我已得，心高举为性。这个都是在境界里面会发生的。其实有一些情形啊，自己是没有证得，然后会以为自己就是得了。其实这就是常常发生在以一个文字上的了悟为证，或是你真实的在所有一切里面证悟为证，这两个的对话。也就一般众生呢，他会在读经论这上面，就是教法上悟，哎呀，原来我不懂这个道理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，不于心法上悟。就是其实你整个内心并没有真正在实况当中去了悟实相，而是片面的从教法上了解道理，还没有办法实用的。那这种啊，叫做逐快忘于本心。这
这上面先补充一下，如果说我们学道之人多于教法上悟，就是我深入经藏，那我在经藏里面呢了解了，它就是其实是静态的内在发生了悟，那这种呢虽力劫修行终不是本佛，它力劫上面只有知解上面，它没有办法测见本源。那如果说你不于心悟，不是真的在实况运作中实相中去体悟的话，叫轻心重教，你这个心没有用对，而重在教法，遂成逐快忘于本心，那就是在一点点的这上面去整理而了解它道理，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事情实相中没有办法体证清安自在。这很明显的，就像有的人他懂了道理，可是等到他行住坐卧生活面的时候，他自在就 不见了、啊、道理归道理，会知道道理啊，不过这样子他最多的就叫五哥，最多的就叫不过如此，不过但是再举个例啊、哦、比如狮子，他这个狮子呢有一个猎人呢射了 一支箭过去，射到狮子的某个部分，那狮子呢就知道有猎人要射杀他，他就倒在地上假装死了，等这个猎人靠到他身边要来收取猎物嘛，猎人靠到他身边的时候，狮子突然之间就虏获了猎人将他吞啖，这是比喻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在智慧事项道理里面，你会全盘的厘清它的状态。这个箭表示烦恼嘛，那你对于烦恼跟烦恼的来源的这些都一并能够消融的，那你会等待那个机会跟实况把这一切都处理掉。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狗与石头，这个如果你丢一块石头去打这只狗，那这石头丢过来、啊、这狗就去追那个石头。我们看过丢球然后狗追球，有没有？这叫竹块，怎么那么一小块，这个丢过来然后这个狗救这个事，就产生这个石头，那以为这个石头就伤害我的标的嘛，于是他就追着那个石头跑，自己进入到某一种事项里面。那这种情形终究不会有智慧的，这只是简短的举例。那所以这里讲的这个真上慢，其实佛当时讲真上慢都是在讲境界中。我们修行人第一次碰到某一个境界都以为就是顶点了，第二次碰到境界的时候才知道第一次是假设性的第一个经验，然后在顶点，然后就认为我了解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我了解了，还是那一句都不用跟人家比，跟佛比就好了。当你以为你境界很高，你什么都懂了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你就去请一部大般若经来翻，再来请大藏经啊，请下来楞严经翻一翻，你就会知道真是二愣子真是没办法通的。纵使有些理论是通，
但是你实相中是不能自由自在，还是有很多的障碍跟很多的想法，就表示你这个为正说正，这是危险的。这样自我检核哈，我们彼此鼓励啊。这是真上慢啊。第六叫悲慢，这个悲慢就是多分殊胜，积极少分，也就是过度的谦卑，没信心。事实上你很优秀，然后就是认为啊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还是很差啦，我只是好人家一点点。这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谦卑啊，听起来是不错啦，可是有些时候啊，这个信心不够，这叫下劣心高举为信，就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就的啦，自己很下劣。我们是要有谦恭，因为我们常处学地嘛，我们就是一直都在学习的。就像说我们自己不要高傲，不要自赞毁他，自视他非。那这上面我们当然知道还有好多路要走，但有些时候如果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成才，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下劣心太高，这个也是不对的，这叫悲慢。那第七叫邪慢，实无德，既极有德，心高举为信。邪就是不正确的，也就是偏差了。人家说积功累德，那天有一个男众啊，病入膏肓啊，然后就是跟他对谈，我们谈到说修行啊，或是自己啊，要懂得惭愧忏悔啊。生命不管你走到哪个阶段，你要真的曾经回光返照，惭愧忏悔过，你才能够结量，也才不犯。他就说：“其实我是做功德的，你知不？”我说：“你哦，安尼我唔敢讲你无功德啦。”伊讲：“你唔知我吼，人若讲要去做什么好代志，人要去报施，我就吼足打拼，专程开车载伊去报施。”人若讲送个物件要送去倒位，我拢足欢喜替人送诶。这随喜功德是有，知道吗？我是较善车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人若讲一分，人咧募一个东西，一份，我借钱嘛，敢借来啦？我借钱嘛，借来出一百分，你讲我有功德无？这样听懂吗？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较量里面去感受，去认为自己是有功德。我们讲随喜啊，这些菩萨啊，这些是对的。但是如果说你以较量的心，然后呢，认为这些功德，那么我该载，你感觉伊这代志敢做会成？伊无一分一分尔，我借钱无来出一百分，我冇去讲借，所以这今仔我破这个病无道理。他认为他生这个病是没道理的，伊是有功德的，所以我只是运气歹卡到阴的。这个就是邪，他不是正知见，他不是正知见，他没有升观因缘法，他没有真的知道因缘法缘起缘灭，他有一个造作，然后实无德，既己有德，这个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解释，那认为自己无量无边的功德。第25个叫无明，
无明就是对于业果跟剃时中无智为性，也就是对于剃理实相这些他没有智慧，他不知道实相。那这种升起的方式有具生跟分别升起，就是你因为过去的无始无明，只要你有自己这个身的存在，它就会有这些自我保护的状态，很多事情就看不明白。那有的是分别，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状况产生的意识的投射，而不在实相中产生智慧，就无明。一般讲啊，无明有贪不善根、嗔不善根跟痴不善根，也就是贪无明、嗔无明跟痴无明。那这个无明我们就不再细节了，我们现在是在讲，当你对于所有的一切发生或自己所处的因缘果当中，内心有一些内心的波动、动念跟内心的一些造作，然后一路一路走轮回，这样就叫无明。那这光对于这个破无明的这个修持，那可是历经不知道多少生多少生多少世，菩萨是纷纷正法身啊，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无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主题太大了，我们只先简单介绍。第26叫见，所谓的见啊，一般指的就是五种见：萨迦耶见、边执见、邪见、见取跟戒禁取。那这个萨迦耶见呢，讲的就是身见。这个身见跟前面呢的见，前面讲的一些是有关联性的。于五取蕴，随观为我或为我所，染污秽为性。萨迦耶见就是我见，只要有我存在，我就会做这个动作，就是会承认于色受想行识，我内心所有的变化基础于是我的存在。那有的人呢，他会否认于我存在的实相，不，我存在的这种执着，就认为啊，我是虚幻的啦，我也不一定说是因缘是我啦。可是他对于可是我现在的色受想行识却认为这个是实有。所以你以否认我的存在为实存，但却承认五蕴是真实，这个就是比较前面是这样子意思。那这个地方讲的萨迦耶见是肯定于我的存在，所以我有色受想行识五取蕴，就是由我个别而产生的内容。那这个是染污秽，这上面本身就不是般若智慧真实清净的道理，它只是在以我为出发点所产生出来的个别的内容，这叫萨迦耶见。第二种见叫边执见，边执见呢，有彼增上力故，随观为常或复为断，染污秽为性。所谓见都是染污。他说边执见就是以彼增上力故，也就是萨迦耶见增上，对于我个别存在的认同，它存在了，再加强它，所以我会认为这是常或者是断。强调这个由我出发产生出来的常或断的见，这个是染污秽，全部都绑在一个别的。那第三个叫邪见，
为或谤因，或复谤果，或谤作用，或坏善事，染污秽为心。邪见就是不正确，不正确的见解。对于因呢，否认，或是有不正确的解读，或对于果，会认为是没有，或有不正确的解读，或是对于这所有的发生的作用，认为它是没有的，或是对于善事会加以破坏，这个就是邪见，基础上都是染污秽。那这个邪见呢，佛教啊，对于这个邪见是认为是很严重的呢。因为有的人呢，他自己定定出来的因跟定定出来的果，这都在他的自我意识范围里面。常常很多人他说，我为什么这么辛苦，都是因为你，所以那个因是你，你害我这么辛苦。他就从这个点往前看。那你之前，我们过去的因跟过去的缘或什么就听不进去，免跟我说这个，我知道就是因为你害我这样。它是一个片段的、主观的、偏差的解释这个因。那最后的答案会如何？有的人说果啊。你对于这个答案会有什么想法？它的果，它的果就是你必须还我，你害我这样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那个果就是你必须受到处罚。这个因果论就这么短，就这么偏差，就这么主观，就这么定论。其实凡夫的这种因果论呢，只是要满足你个别认定的公平，它是架构于这么一小段时间空间里面的以为，跟佛法真实的道理是一点也扯不上关系，对不对？就像有的小孩说，我为什么是你们的孩子？你们为什么这么穷？你们为什么不能赚多一点钱，让我有好日子过？他说：“是你自己来投胎，不是，是你们把我生下来。是你们把我生下来。”你们又对我不负责任。有的父母亲说，是你自己来投胎，我们对你负的责任我们都负了，这是你的因缘，你的因缘生在这里，所以你必须接受它。他说，我不想接受，你们怎么不接受，需要让我过得更好呢？你们应该改变你们的想法，不是强迫我去接受这样不好的环境跟不好的经济状态，是不是颠倒因果？这个就叫邪见。我听过很穷的孩子气愤地跟他父母，你们必须改变你们自己的想法，为什么要叫我接受因果？是你造这个因，这个苦果我为什么要受？你改变你的因啊，这样我就不用受这个果啊。这样听懂吗？叫颠倒。我们众生的颠倒因果已经很恐怖了，那个颠倒中再颠倒，这就是邪见。好，那第四个叫见取，于三见及彼所依诸运，随观为罪，为上为圣为极，染污秽为性，
就是集于三见，就是萨迦耶见、边见跟邪见里面，在这所有偏差的见解里面，然后根据着自己的色受想行识肯定下来，肯定下来这个见就是绝对的对，是我个别的，这个为上为圣为极，这就是最正确的。那这个见取就是对于这个见的单一性，把它包装得很好，解释得很好，然后承认着就是唯一的正确。这个主观过强啊，而且是偏差的，小心啊，知识分子常有这个问题，他认为自己认知的世界，然后这所有一切的自己的受敏感，自己的想能够周全定下来的，这叫见取。修行就是要破除自己所有的见，而放舍掉那个取的坚持，所以才用觉观，他就不再用见取，对不对？第五个叫戒禁取，戒禁取于戒禁及彼所依诸蕴，随观为清净，为解脱，为出离，染污秽为性，就是呢持错误的戒，然后给自己定错误的这个范围，就是境界的部分，然后这是根据于自己的色受想行识，根据自己的心意识来观察，然后认为这个可以得解脱，这是清净的，然后这个可以处理，这个就是染污秽为性，就是持错误的戒。譬如当时世尊定的戒里面，他说出家人呢，修行人他可以乞食，他也可以应供，就是你不续食物嘛，当然在现代是根据各个国家他的习惯环境不一样而有所调整，那在一些国家还是比丘啊还是以乞食为主的。那当时世尊就规定说，修行啊，比丘要乞食，但是如果这个檀悦来请这个比丘应供啊，是可以的，而且结下的时候也是有檀悦来护持嘛。他当时的提婆达多，他就坚持自己要都是以乞食为生，他不接受别人的供养，这个就是一个错误，不正确。因为檀悦来请供，其实就是因缘，那也是弘法的契机。那大家去应供，不是为了懒惰，或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，不是。在应供之后，其实他是长养法身慧命嘛，为不时而食啊，所以应供之后随即就要开示佛法。所以当时世尊制的戒里面涵盖就是自利的部分跟利他的部分，他不是完全的只在坚持自己要有某一种形态的戒律。那这个形态你说我是全部以乞食为生，那你乞食还不是从檀悦来，你乞食还不是从檀悦来，可是你又拒绝檀悦来邀约，那个是他恭敬心求法的心，这样啊。那这个只是一个大致的解释啊。
那这些都是染污啦，都不是清净的智慧。那戒禁取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学牛啊羊啊那些戒，它不能得毕竟解脱的啦。那第二十七个叫疑，疑呢于地等犹豫为性，就是对于真实的道理不确定，然后内心有摆荡，不认可它，会有犹豫的现象。修行过程这个都会有的啦，因为知见未完全嘛。那三藏十二部你也不是有系统的去涉猎它，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对与不对，自己在内心会产生一个犹豫不决的情形，这个就叫疑。疑这个法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早晚会把它弄清，但是你如果疑人疑事的话，那不好过日子啦，那方向错误啊。你对于这个疑这个法，你是不是会去厘清它，然后自己把自己弄对，这个态度是对的，你就可会深入嘛，去探索它啊。如果说你方向错，所有的一切你就说我保留怀疑的态度，我保留什么，这个是以一种不信任为基础，它是不是在追究于它的根源，而是就于事上面不予认可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在无疑处有疑，在有疑处无疑，就要让自己保持清净的心性的活动性，但是不是就是非而言。好，那这个二十七讲完呢，第二十八个叫愤。愤呢欲现前不饶意事，心损恼为性，就是生气了。现前不饶意事，不饶意是不饶意谁？不饶意自己。现前这件事情啊，不饶意自己，或是自己的想法不吻合，所以产生损恼，就产生了一些生气恼害的这种状态，这叫愤。所以有些时候啊，不一定是恼害自己，可是也有那种叫做路见不平，哇，讲气息阴狼。有时候有正义之事，是不是有那种气息阴狼呢？就是为人家打抱不平，那种兄弟个性的人最有这种特色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心中有一把尺，他心中定定了一个标准，那这个标准里面是有善恶跟有对错。那现前如果是为了自我保护会产生愤，那如果是为了他人会产生不平之名，那这些其实都是有漏心嘛。以行运来讲都在讲这个。那这个呢，如果我们以道义而言呢，我们以世间某一些定论呢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义气的人，这是一件道义的事，应该做应该做。这个应该做大家并不是否认他的应该做，而是生气的说应该做，差异在那个生气的情绪。这样知道，比如这条街呢，哪一天呢，就是有一部车上面载着很多特殊的东西，然后因为没有捆绑好而遗落了，从街头一直到街尾，你看了这个情形会不会生气？该不该做？就把它收拾打理，该不该？你该，但不必愤，对不对？那路应该是平坦的，没有这些掉落的物品嘛，这样会发生危险。所以这个上面你有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是并不是就这样的事情而在心中有善恶是非强烈的分别见。这样子啊，这个是愤，这是不是内心都有在运作？以上所说的是行运嘛，内心有在运作。再来恨，恨讲的是结怨不舍为性，就有人事中间呢
结构起来不对等的理想，然后呢不舍，你内心不肯把这个放下，就一直保留着保留着那个人或那件事。当然我们对物不大会恨嘛，你会不会恨桌子？你恨桌子你 不至于产生到恨啊，就产生到讨厌，你大概就不再使用它了，你会自动离开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恨，就是恨某一个人或某件事，几乎是产生人跟事上面，那你不愿意舍。而有的人这个恨，有的人个性是非常的记恨，是不是很记恨啊？把这个恨常常拿来温习，越恨越恨越恨，然后加强那个报仇的力道，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之后，他可能无限的再加强他，然后把对方恶魔化，想他有多坏，越想越坏，越想越坏，把他以前的好也把他想成坏，说原来他都有目的，这个是很恐怖的，最后自己会陷入到一种极度极度的不安，这是恨。那第三十个叫负，于自罪负常为性，其实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哦，可是会掩饰它，会掩盖它。这个上面呢，其实负基本上你知道这是不对，那你怕别人知道，或是你会问过是非，对人还会对于自己的过有另外一番解释来修饰它，所以让自己变成无辜。那这种其实心是有一些迂回的，对不对？错就承认错，有的人说错，可是我的背后的答案是我错，我无知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大家都曾会无知嘛，只是无知哪一块跟无知哪个时候都会有，他承认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负恼，三十一叫恼，发暴恶言，由屈为性，也就是这个整个人都那个内心的浮动都扬到顶端了，所以会直接产生出来暴怒啊，或是很粗鲁的言辞或是行为。这个就是当然谈到现在先这个蕴呢、啊、蕴藏还是先想到内心的发生啊，所以呢你会表现出来啊，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表现出来，可是整个人就看起来怒发冲冠的，就他那个气息就是很强烈的。有的人远远走来，你就会就觉得他有一个火球这样滚下来，那有的人这样一过来，你就整个人就会觉得他刺猬般的有某一种东西在散发着，那种就是他的这个情绪跟什么东西都太满了，或许他不表现出来，但是你从他的走路的步伐的声音啊，呼吸的跟一些很微细的东西组合起来，你就会知道他在恼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有习惯性的那种气息，那有的人呢就如人家说如沐春风，如空气一般的就是温和，那这个不一样啊。修为有些东西是无相的，这个脑内心的啊。第三十二叫急，于他甚是心度为性，对他人好的事情就是会嫉妒，因为会嫉妒产生呢，其实就可能知道自己比不上别人，或是觉得人家有比较优比较好的状态，而自己理想想要跟他一样，可是目前没办法到达，其实你就认清自己就好了啦，你干嘛要去
眼睛都是要看别人，而别人有好的你就尊敬随喜赞叹，就没有修普贤行，心量不会宽广，所以就会产生嫉妒的情形。以后也一样，今天就讲这句话，你就跟佛比，佛都不嫉妒人了。有的人说你他有本钱干，就是都不用嫉妒人了，那你嫉妒佛好了。如果你嫉妒佛，就要学佛，他的心中没有这个东西。佛之所以成佛，就是他不断不断的提升在学习，而他心中没有较量高低，也没有嫉妒，对不对？那生命里会不会有嫉妒这个东西？一定会有经验值啊，一定会有经验值，一直到你的那个内心啊，越读懂自己，认为这些不必要，越看清楚自己应该安住于无贪跟精进当中，那你就不再去嫉妒别人，而且还会学习呀、啊，学习那种请佛住世，人家境界比我们好，人家功德各方面的体悟，这上面你要真的赤诚的愿意接受学习，所以你就会欢喜的亲近学习，接受指导，就会受教，而不是嫉妒。嫉妒的话你不会受教的，你只会在背后创造很多伤，去坏话，或是怀疑别人的话，或是否认别人的话，那是辛苦的。那有人的个性啊，当然有的个性比如前面讲的愤或恼这些，那一般人来讲都会自己避开嘛。啊，嫉妒的话就以后要转那个嫉妒为恭敬，转嫉妒为恭敬，这都是值得学习的嘛。那菩萨会不会嫉妒菩萨？那就不叫菩萨，对不对？就凡夫会嫉妒嘛，菩萨哪会嫉妒菩萨？这是嫉。33叫谦，失相为心，吝为性，就是啊，谦就是人家有所需求，你应该要做布施，但是这布施这件事是违逆你心里的那些自我保护，所以你会吝啬，你就是不想给出去，那这叫谦。同学，你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认为不能给的？可能还很多哦，应该还很多。那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给？那也是呀，好久以后。你要一样一样慢慢学咧，一样一样慢慢学，是不是要好久？你有好多，你就得需要好久啊。因为这个施这个东西啊，有些时候物质上可以共享，精神上愿意分享，可是共享有些时候有一些危机啊，就是抨击到自己可能存续下去的标准值已经下降了，低落到有点危机的时候，你就会考核，然后会正观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保留自己应该有的那个部分，就回到自己的想法，那达到某种平衡，那还算是吻合实相，因为就是两全嘛，不伤嘛，那这个还可以 OK。可是这里面差异在你的心念，或是给了之后会觉得内心有一种自我压力，可以不给的话，那我比较安全，会有后面的保留想法。所以这上面不能够平静放心的去舍，这
这个还是有一些成分在，这是谦。第三十四叫狂，狂他乍现，不识事为性，也就是他不是真实的，可是你完全编造的，这叫狂。那表现这个乍是虚伪的，不正确的，那创造一个假象，其实是不正确的，这样来狂骗别人。好，那接下来禅取的禅，复常自过，方便所摄，心取为性。禅的话，就是其实内心知道，内心知道不应该是这样，可是呢，你有某一种目的在背后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个心，内心有一个回旋，那用表现出来的某种相。